生活的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们都应该对自己更好一点。这不，小严哥哥又来到了市场，准备给自己挑选一款心仪的宠物。中午的水族市场冷冷清清，趁着这会儿人少，说不定老板还能多给我便宜点。虽然这边鱼的种类非常多，但是我的目光最终还是停留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个是毛毛狗头，我还没有养过，今天就带你走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可爱，跟个小老头似的？希望你能喜欢这个新家。